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，若下表为某些名人之星座统计表，则星座代号是众数。好，什么意思？也就是问你，好不好？OK，这星座根据这星座统计表，问你这星座众数是几？哪个星座出现最多次？你观察一下。哎，首先你看星座地方好不好？星座地方有出现天蝎座，哎，对吧？哈，我们要统计一下，因为我要求什么星座众数嘛。所以说你慢慢看一下天蝎座这个蝎有点难写哦。OK，好，天蝎有几？有 A，还有狮子。狮子座是谁？B，还有天秤。天秤是谁？C，还有金牛。谁是金牛？主，对吧？哈，还有一个摩羯，对吧？哈，OK，全世界最好星座，OK，摩羯座，OK。大家来听摩羯，因为老师是摩羯的，所以说摩羯是最好星座，摩羯一，对吧？哈，在天秤，天秤是谁？F，怪谁？巨蟹，这念巨蟹，对吧？哈，这些星座字都不好写哈。巨蟹是几？G，还有一个处女，H。所以说，老师问你，哪个星座出现最多次？啊，天秤，所以说天秤出现两次，所以说在这些艺人当中，他们星座众数是谁？天秤。那老师问你，天秤的代号是几号？他星座代号是几号？九号。所以说答案就选几？选九。所以答案选几？选 B，就这样子啊。好，到这边麻烦你把它看一下。